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啊，要做多做点运动，晒晒太阳啊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美好的机会可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二节，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关于朽坏以及必朽坏。圣经说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呢。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被改变。然后呢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变成原文坐穿不下铜；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经节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就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一位牧师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带给人类的。什么好信息？那今天呢，我想告诉你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信他，我们不会死的。我们虽然死了，他会叫我们复活。没有一个宗教家，没有一个领袖，美国是老大，他也一总统，没有一个总统敢说我给你复活，没有一个总统敢说我给你永恒的生命。科技这么发达，什么都能，现在已经什么都不必了，用机械就可以了。人类呢太厉害了，那我想告诉你，但是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失去他的生命，死亡一定迎接他们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会给我们什么呢？不死，他会把这个不朽坏的变成必，他会把这个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。若没有复活，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短暂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就如同银鹭出现少时就消失无踪，也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，人啊，我的老师在高中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人类啊，人啊就好像戏台之舞，在演戏，演完之后就完蛋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很感谢主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是演这个戏，我们是来看戏。看完这个短暂世界的戏之后呢，我们回到我们阿爸父的家，永永远远的与他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也是，他说什么呢？那个花的靠着盛开，明天就凋谢的花。无论拥有多伟大的事业的人，乃是以死亡画下了生命的基点。你看看我们中国的领袖，我还记得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，毛主席过世的时候，100年没有这些人，这个是奇神，这个很神奇的人，在100年人不可能找到像他这么伟大的一个毛主席，我也是很崇拜他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人啊，一死了哈，什么也完了。可能一代可以相信他，还纪念他；第二代纪念他。现在的中国人，你问他毛主席什么，他们根本都不理啊，他们只理他们的手机啊、苹果啊、他们的生意啊、他们的事业啊。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，神很爱我们。虽然人啊，可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创立下了不少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大的企业，但死后呢，也是埋在坟墓里面。历史呢，可能会纪念他，偶尔会纪念他。那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不但拥有超人的智慧，又享尽了世上的荣华，但却在传道书第1章第2到第7节说。虚空的虚空啊，虚空的虚空啊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力，都就是在那日光之下的劳力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一切永远的长存，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鸡归所出之地，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巡回，而且返回转型沿岛，江河都往海里面流，海呢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乃归还何处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，人生几何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学家，这文学家所写的，那跟我们圣经所讲的完全一样。那如此的感叹，我们的文学家，哎呀，那些，哎呀，陶渊明啊，那些孔子啊，真的，他们写的孟子啊，他们写的很多都是很悲观的，那讲的也是很有意思啊！
虽然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但最后回首一看，却叹息说：“虚空的虚空。”若没有复活，生命永远，生命呢不会永远的长存。再伟大的事，也不过是狂然。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抓紧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几十年，好好的干活，应该的，做好的事业，做好的企业家。但是呢，我们人生的目标最重要的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是相信复活在他里面。唯有相信耶稣，我们可以得到复活。唯有相信耶稣，我们虽然死了，神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的身体改变不朽坏，我们会永远的与他同在，活在他的天国。所以很多人说，牧师你很笨啊，刚才就我昨天不是讲了吗，那个人说很笨啊，你不享受人生，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享受一切吃喝飙赌啊。我不要，我们现在呢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肉体的死意是暂时的，你吃了多少，这个台湾的这个市长何市长，我很喜欢听他演讲，他说啊，我在台大医学院当了十几年的医生，看了很多人死亡，他是台大，我在台大念过一年，所以我对台大这个大学呢很有印象，也是很尊重，也是很爱惜。然后他是台大医学院的这个主管，太厉害了。他说我吃了几千块的那个晚餐，明天早上我上厕所，对不起啊，然后看看厕所里面，昨天我吃了好像印尼几百块美金的这个晚餐。出来有什么一样，还不是一样吗？还是我在吃便当，没有什么两样，便当就是饭啊一菜。我在台湾大学念书，每天中午就是吃便当啊，就是吃些东西，很简单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，还不是一样吗？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，你可以吃山珍海味，你可以享受一些什么东西，但是你除了明天到厕所里面，还是扔到粪里面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那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一个人，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他已经战胜死亡，他给我们人类复活，所以我们不要怕，我们一定会复活，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因为他已经答应我们，应允我们。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去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美好的机会，可以聆听你的话语，可以亲近你，可以爱你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明白主，你是复活的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把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国外的弟兄姊妹，完全的仰望都交托在你手里。工作的主也祝福他们的公司，做生意的祝福他们的生意，成为家庭主妇的主祝福他们的家庭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献上感恩，阿们。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想去。